块料子的话就105个 W 拿下了啊。咱们今天的话就让师傅把它给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。哎呀，给我姐泡个药。二哥。啊？走了走了。等一下等一下。你干嘛？没有，我准备点东西。准备啥呀？快点。等一下嘛。嗯，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啊走啊，你在这捣鼓啥呢？给你泡了药。我靠！不要出去了，你还给我整这个？嗯，不，我有任务在身，我这不有。外面就算了吧。哎，是的，不，那个、我有任务的，我有任务的。行吧，行吧，我就拿着个不为难你。来，走吧。你要好好喝啊。OK OK。知道没有？我是准备盯着你的了。可以，够细心。来来来，跟着我走哈。什么大猛货啊？那必须得是猛货。刘哥 ，Hello， 你好。可以呀。就那个，我今天你也知道我的目的了，就那个你发的那个视频那块料子，天狗狼那一块。好嘞，来坐了。啊哈。把这个收起来。那不行。不用泡茶，不用泡茶。哥，你不用泡茶，那个我姐喝这个就行。她给我准备好了。啊，来喝，我得看着你喝的。看了一下还好，刚刚才出门。你小心点啊。有点烫，特别苦，这个吃糖吧。嗯，可以。我要吃一个，好苦。给你。啊。Thank you。好哦。这一个。我那么大呀，我以为是那么一小块，做视频上看的，你知道吗？4.5公斤。4.5。我吃个糖，我研究一下啊。吃啊你。啊，我这不没手吗？算了，我打包带走。这料子没开啊，刘哥。没有开。没刮，没擦。脱沙。脱沙料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有，是不是感觉到黑漆漆的？来。有没有？来，准备好你们的眼睛啊！来，1、2、3，走你！哦，哇塞！来，天空蓝啊，又是一块小天空蓝，有口水了，我靠！尴尬的。来，哇塞，这块好纯好干净啊！来，你们拍，你拍这里，这个角度看进去，就我灯打在这一边，它这个光是往里走的，然后特别纯，特别干净，看到没有？荧光感，寒光凌厉的那种感觉，好漂亮这个。来，你看这边有脱沙，看到没有？嗯。来，我研究一下哈。来，这个的话先跟大家说敞口啊。这个料子的话，从皮壳来看的话，它是一个木纳敞口的一个料子。来，这些压灯的话都是，看到没有？这块你感觉跟我那块天空蓝有没有一点像？它颜色很像，颜色很像哈。对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那个脱沙的一个面，两块料子的话，其实的话是，皮壳来看的话是不像的，那一块的话是一个包浆皮，然后这一块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就是一个木纳的一个白岩沙皮壳啊，来，白岩沙皮壳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再看这个面，沙粒的话是不是特别细腻？嗯、沙细则肉细，摸一下，特别紧凑，有没有？对。来，压灯也是有表现的啊！我在这里压灯啊，这边上面的话，这里都是通透的，看到没有？水头很长哦。水头特别长，跟我那一块天空蓝一样的水头，很漂亮。啊，你已经讲了很久了，要喝、喝一口。我嘴巴里面有糖，等一下再喝。来，你看这种感觉。来，我这个光我不怼上去，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？就这个光，操！弄进去的，对，它过得很快啊，它过得特别快，你看这么远它这里都能冒光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所以说它的一个种水的话真的是极高啊，这一点，这一包特别漂亮。那刘哥这个的话什么价？现在朋友价，朋友价啊，我也不跟你喊，我也不跟你啥了，对，别喊了，老朋友了嘛，然后140吧，140。4.5公斤。刮料子的话是很压手的啊，在这么大的体积下的这个料子真的是非常最瘦。这就是一条水路到这，哇，这条水路就直接脱沙了，看到没有？
那这个我给个价吧，牛哥。140的话有点贵了。不用怕了，我都跟你说我有这个喝的了。不要客气。这是老朋友了。这个100以内有没有机会？100以内没有。这么果断？没机会。差好远。确实。这边鸭灯这一包狼味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像这里啊，就这一包，这个背面的话我不敢说它能进多深，要去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包已知的真的是有那么厚，能取到这么样一个厚装的一个大牌子都是很绝的啊，哥哥姐姐们，特别漂亮，而且是很大的，它不是小小的一块。你看，其实像这一边虽然它没有脱砂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你仔细观察。你这个光随便走到一点，走到这里，走到这里啊，来，你看它这个光都是往里走的，看到没有？包括你在这里啊，等这个光的话也是走到这里来的，能看得到吗？能看得到是吧？看得到。来，这个光的话它是没有阻光的啊。来，哥，这个90多漏一个。90怎么谈不了？谈不了，那你多少谈嘛，对不对？140，那你总不能一分不让我吧？我给你少一点吧。给我点空间嘛，对不对？全波的料子又是少5万块钱吧，啊，少5万，135，那这不地道，你直接给我少个50万吧，90。90，100以下没机会。100以下没机会，95，我也很爽快的，对不对？我也爽快的给你加了5万了吗？这样吧，130你拿的。130我拿的。有个人就知道这一块的话，它这一个面脱砂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一个背面的话没有脱砂，已知的我就那么多，这些的话我都要去搏的，你给我点空间。如果说再高的话，那我就不敢搏了。100你考虑一下。这块料子很少见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就像我刚刚跟那个刘哥在交流中，大家也听到啊，其实这一块的话是很明显的，它是脱砂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一个肉质各方面都是没得话说的，然后它这个厚度的话大概是到这里这么厚，感觉到了吗？你看，其实你用肉眼去看这一块，它里面的一个纯度啊，包括到这一边，来，你看这边它走到这个下面这一大包，它的一个纯度都是相当 nice 的。你可以放大一点拍这个脱砂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的一个干净程度基本是完全没有任何棉的，看到没有，很干净。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一面啊，来，下面这一边你不要看它的一个皮壳，这是皮壳上的东西，你要看它的里面，它那个光线的穿透性是特别干净特别纯的，感觉到没有？你能看得到吗？然后你看我再往这边走一点，这一些啊它都是有的，就这么厚，至少是一个3公分这个样子，这一大包都是一个天空蓝色妥妥去取的啊。来，刘哥，这个的话有机会你啊我加一点点，你看一下100这个样子，我拿回去擦一擦闻一下。谁擦呀？谢谢啊。这个怎么说？100以下没机会。我说了100。100差太多了，我也没跟你乱讲。那你再少一点，130的话，那我听着也不舒服。喝茶。喝茶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怎么说？真的少，真的少。真的少不了，真的少不了。哎呀，你看咱也你也了解我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这里了。真的漂亮。来，你们看，我怕这个光线会炸手机啊，我就这样挡着一点点。这个肉质真的是特别干净啊！来，哥哥姐姐们看到没有？这样能看得清楚吧？至纯至净，这个面的话都是脱砂，很漂亮。来，哇塞，太绝了！正儿八经天空蓝啊！来，这样子，最后一口价，可以的话我拿走，不行的话你放着，105。就一口105，不行。果然好货就是能谈啊，这个货是真的太漂亮了。你看我挡着这个光哈，你们看这样的，你们能拍得更清楚一些，这个里面是有多纯多干净。这一包你全部拍着过来，来，你看到没有，我再转一个面给你看。太漂亮，相当漂亮， nice， 真的是天空的颜色。刘哥，如果说我给到105都不行的话，那我真的是陪你喝喝茶聊聊天了，这个我就干不动了。先喝喝茶聊聊天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呀，喝，哎呦，没事哥，你不用给他倒那个茶，他喝这个就好。你看我这这一点都不透光，这个我靠一点都不透光，这真的这种水都是。喝吧喝吧，不要说那么多好不好，我得监督你的来，痛苦面具真的苦，是真的苦。就这款料子香辣也不错，是形状是挺不错，但是你也知道全脖子料子嘛，出上面就这一边，背面的话这个脖子它不可能说你说100%全部整一个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100%不敢说嘛，你要100%全脱三，那我不多说了，你说140那马上140给你，我走了。不敢说100%，但是这个机会大，机会大，机会特别大，因为它全身的一个水路啊各方面啊都是挺漂亮的，这边的这个蚬的话也不是那种死蚬，现在料子在厂上过来也难了。嗯，这我知道，这我都知道，好料子也难碰，我们那边人现在在那边也是很难碰到像这种料，过来也不容易。特别现在还是雨季嘛，我也了解，对，搬家嘛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，就105个，可以的话我就能走，不行的话那咱们就不了了了，藏起来吧，省得我看着心痒痒。来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好好研究一下。研究好了，你看背面对不对？它又没什么事儿，就前面嘛，这要薄的，105。真是，现在太难找了。看得出老板很不舍。老朋友了，以后都帮我卖点料，好吧？可以啊，你这意思是可以啊。行，是不是？露一个给我。露一个。露一个。来，谢谢我刘哥。那哥哥姐姐们，这一块料子的话就105个 W 拿下了啊。咱们今天的话就让师傅把它给打开给大家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一块的话咱们的话先从这里啊脱砂的部分给大家打开，给你们展示一波。来走，来，咱们现在的话就让师傅给咱们开一下啊，你们期不期待？期待。来，期待是不是？来，靠近点，快，哎，给大家记录下来，你研究一下哪里好，从哪里擦。那我擦了啊。嗯，好。很干净啊，看到没有，现在的话已经擦了一点点，开窗的话都是要边擦然后用灯边观察然后再去擦这个样子。来，咱们的话坐着喝茶呗，还是你要在这记录？我要记录，我要记录。那你记录。来，咱们的话擦了三个地方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你们看这里的话擦了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里也擦了一点，这里也擦了一点，可以仔仔细细给大家拍了看一下。我来，我往这边打灯，来看到没有？你能看得到它的一个里面是真的是特别干净、特别纯的啊。来，这一波咱们就已经堵到了它的一个底浆，很干净、很纯，哇，好漂亮，漂亮。来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大家想要看后续的话，持续关注杨老师啊，咱们改天继续擦它，好不好？因为这里的话也是让别人帮忙嘛，也不太好意思啊。来，最后欣赏一眼，哇塞，太绝了，好干净，好漂亮。是吧？其实这两个洞，你看这边，这个很深，你会感觉很纯。那行吧，就先记录到这里啊。来，我是杨老师，喜欢的最有粉丝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爱你们。